其實呢就即係因為大家今朝睇到嗰、那個啲、新聞啦，就關於即係嗰個大圍火車站嗰度即係嗰個情況比較嚴重啦。咁其實嚟緊我哋預計呢、這個放工時間呢都係同樣嘅情況。咁我希望我哋動員到一啲即係旅遊界啦，希望有旅遊巴嘅同事即係可以即係出一分綿力啦，即係可以幫到啲香港市民即係早啲翻屋企嘅，唔收錢，全部唔收錢嘅，大家都幫翻大家咁樣啦，即係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咁樣咯。暫時咧就有五架車咧就由紅磡呢個火車站就去到沙田市中心。另外五架車咧就喺觀塘嘅 ATM 就去呢個上水火車站，主要都係會喺呢兩條路線。